性感。怎么大家都躲起来了？Hello， 嗨，早安，早安。怎么都没有看到更劲爆一点的画面？那你要早一点来啊！早起的鸟儿才有虫吃。还是想你会不会一七点就马上来敲门？很想我来突袭另外一间，另外一间比较有机会裸体。这是什么发言？怎么了？很刺激吗？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哎呀，刚起床，我刚起床。楼上都已经在化妆，我觉得很夸张。好哦。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，我们穿泳装鞋的话，脚上要穿什么？穿拖鞋啊？穿拖鞋可以打打吗？可以啊，会痛吧？不远的话可以啊。要塞卫生纸，女生会痛，是会痛。其他女生到底是还在化妆吗？太晚了吧，现在已经8:06哦，剩下24分钟吃饭。所以你们那场在干嘛？为什么这么晚？我们在拍情色影片。我就不愿意帮他们涂防晒，一直要我帮他们涂。不是，所以是摸摸是那个主角。好多人哦，好多人站。摸摸先生一下好不好？没有很辣，听说很性感。我帮你，那行，哎，这个太温柔，温柔。你这个 Jackie 在穿呢，还有点情调啊，这样吗？但有情调吗？狂飙，哎，你不专业，这没差，真的不专业。不知抱歉，来了，来了，等我这只手，你就要想拦起来，都要狂飙了。嗨，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准备出发去海边吧。对，准备。女生哦，那边涂防晒涂半天，我都受不了啊！那今天没涂。你自己涂半天？没有，我是被涂了半天。终于要去海边玩啦！2天1夜的垦丁之旅，最期待的就是这个行程。我跟女孩们花了一点点时间换好泳装、擦好防晒之后，就出发前往垦丁的船帆石海滩。因为从璞园会馆骑车到船帆石只有10分钟左右的路程，所以我们决定在会馆换好泳装后就直接上车出发。有很多人问说，这样屁股不烫吗？这个嘛，当然是很烫啊！因为坐垫是黑色的，曝晒在夏天的阳光下，直接坐上去就是烤屁股套餐了。所以我们在出发前用白开水在每个坐垫上倒一点，就会让坐垫立刻降温哦。除了坐垫很烫之外，街车的引擎没有车壳是外露的，所以出发前而特别提醒女孩们不要烫到。还有虽然路程短，但还是要小心慢骑，注意安全。平常穿短裤骑车的车友们也要特别小心哦。但是中长途的骑乘还是建议穿长袖长裤啦，比较安全，也不会烤小腿哦。够老师汉，你怎么离大家那么远？我想说我前面一点，让大家有地方停啊。好了，我们到沙滩了啊，等一下要帮我移车。好好耶、yeah. 那我把相机交给你。水，我水，这个沙有点烫。对啊，你看，你看，热，哇，脱，不要给我在里面，不准给我在里面啊！啊啊啊！
我都要被你裂光。很冷，哎，你这个绳子掉了啦，他故意的，买太大件。这边已经抽好三个人了。玩完水之后，我们就直奔会馆，因为在饭店房间里面冲洗跟整理仪容还是比较方便，所以我们没有使用沙滩附近的临时冲洗区，就直接骑车回会馆。难得穿着泳装骑车，虽然很不习惯，但是真的觉得太阳再大都不会热。不过如果大家骑车的时候有皮肤曝晒在太阳下，一定要记得两个小时补擦一次防晒油，因为现在的太阳实在不能久晒，皮肤晒伤很容易致癌哦，千万不要因为不怕晒就不擦防晒啦。好，回停，这是一个车道好吗？对啊，明就是一个车道，为什么他们都直接把它当停车场？这边小心哦，根本都没有人了，太放心的停在那里了。30，再开快点吗？他是不是查看比基尼在后面。不过也是因为穿着泳衣骑车，虽然路程很短，路也宽大，车少好骑，但是我还是特别更加注意大家的行车安全。就算碰到开得特别慢的车子，我还是不打算带着女孩们超车，毕竟这边很长一段路都是双白线设计，中间能换车道的地方非常少，而且非常的短暂，如果要超车的话，就会让女孩们手忙脚乱。我觉得还是尽量避免这样的状况，所以即便前车实在开得很慢，我还是决定跟着慢慢骑就好，反正一下子就到了。领头羊要考虑的事情真的很多哎。哦，男朋友不要乱看哦，我得分手了。哎，这边可以拍照，骑上去吗？对。外面的人在拍照，查迪耶，老婆在旁边呢、哦。哦，这个车很多，小心哦。下一批哦，后面下一批。我们
们到民宿了，那现在就是把沙子冲冲，然后进去房间洗漱，然后等一下就去吃饭。准备要去吃饭啦！吃饭，超饿。我们跟浦园会馆拍张合照就可以走，因为这个浦园会馆的那个外建筑真的是很漂亮。然后我们车都已经摆好了，所以我们就拍照吧。我必须说，这个人他刚刚更扯，他跑过来问我说，那个他的背已经晒伤了，叫我看，然后就他全裸，然后光着屁股跑过来跟我说，你看我的背，对，然后我就他根本就没有在看我的背，他在看我你的背。对不对？然后他重点还摸我屁股，还摸我屁股。重点不是你的背哦，偷吃我的豆腐。